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个是《极地粉记》，这是最先上映的电影，在那个破解软件中可以观看了。《极地粉记》主演就是这个男人，然后他的儿子死掉了，然后他去报仇，给那个黑帮团灭的末尾。这个是西班牙的一个还非常好看的电影，欢迎大家去看一下，这个电影很不错。这个男人主要是演这个男人，极地反击非常不错，非常血腥，非常暴力，那个非常好看的电影。这个时间是1小时51分钟，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《极地粉击》，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。